来，我们到楼顶看一下，看这个电梯间上面呢，有一个红色的一个塑胶的盖子。这个盖子是做什么的呢？我们来看一下。哦，原来是电梯的这里有一个钢索。哦，这钢索是干嘛呢？就是刚刚在吊货的一个缆绳是从这里通过这里的，这里挖了一个洞啊，然后可以来吊东西了，这样子比较轻松了。好，那做完了这个再盖起来封掉啊，这样现在是施工的时候，盖一盖，不要下。这个因为这边有电源啊，电源拉电源就拉到那里去。哦，所以这个不能被雨淋到，哦，才被电到，这样 ，OK。所以这个箱子是做什么呢？谜底就是揭晓了，它是这两栋楼的，哦，电梯间，利用电梯间的空间来吊东西的，到各层楼去的一个用具 ，OK。师傅用了这个吊架吊下来，这个工具不会很重，所以用这个来拉上去，这样就可以省力了啊。用这个搭配顶楼的这个马达啊，电梯间上的马达来拉它，这样就省力。还会掉去啊？嗯，哦，用这较方便哦。嗯。掉上去啊。准备来。电梯洞很好用哦，你吊东西用哦。这边一般我们在通天大楼这边挖一个方洞吊东西不一样，从这里吊东西，哦，两栋就有两个马达可以吊。上去要吊上去，我塞你那粉光能引起关的材料不是吧？那是呢，哦，这几包这几包瓦块差不多了，不要吧，不要吧，该水泥搁几行卡住。袂较贵啦，伊这
你也搁开，电唔免开。哦，伊甲你甲你套好啊，喏、哦。嗯。哦，它是细。啊，你若无讲啊。哦，你若无用这爱开吼。嗯。这款爱开啊，这个是塞过的哦，加水、哦，直接就可以用，哦、比较快。一包40公斤，也是蛮重的。透气的棺材。加包面不是？两瓶拢爱掉了。赶快来调啊！你来对，你来调。